早当少年的时候，你去过的所在吼，你较介意对一个个小姐？国家时代，会当讲嘛吼？是，我看到不要紧啦。嘿，咱伫台湾播，我袂甲讲。其实每一国都有每一国的特色、啊，像美国的啊，就很独立啊，美国女生很独立啊，什么都可以自己来。啊，你像欧洲的女生，就像意大利啊，就很拉丁，或者是好，卡热情。拉丁美洲那边，或者欧洲、意大利、法国都很热情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东方人哈，一种较高追种感觉，看他较好。咱东方女孩哈、跟我们文化背景较同款呐，所以较亲切啦。啊，你真的去碰到外国人，那文化跟他们不同款。我聊了这么多呢，我们最主要嘛是要来讲这个歌曲哈，因为很多的异国恋情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，也一直都有传承跟流传下来。像上古早时代迄个安平对上曲啊，啊对，哈，对，迄上古早的时阵嘛是异国恋情，嗯，啊讲的异国恋情，佫有一条歌较近代，这是伫发生伫香港，嘿，听讲阮迄个制作老师，尤老师，是黄瑞奇老师吼，伊去香港佚佗，啊，伊是去碰到对一个个妹妹，香港囡仔。香港所以这条歌叫《香港恋情》。香港恋情哈，安尼咱来唱一下好不好？好啊。咱观众朋友来回味一下《香港恋情》。
香港恋情啊。香港恋情。我想要知影，尾仔迄个老师伊去香港这段恋情，谈了，转来到台湾了，有结局无？我看吼，还是维持一段时间。一般拢是无结局才会写歌出来。哈哈，较悲哀嘛，因为就有那种好像依依不舍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在那段恋情进行当中。啊，未结束的时阵，等下台湾的想的时阵，我感觉这阵写出来的歌应该是上有感情的。想的感觉嘛是袂歹啦，但是对爱歌词内容，敢那真正。啊，七情第一功吼，安尼可能真正，安尼可能无用啊。去用骗去啊！哎，相片像唔知样呢，真的还是安尼讲，对不？但是卖骗来骗去啦。不过，公牛界的异国恋情哦，其实两地分开的感情比较难，要延续真的比较难维持。你干嘛呢？我还好呢。您阿妈，您阿妈早就交了吼。不过以前我咧实在是伊都离伊都无离台湾呐。哦，我干妈呢各自有各自的空间，然后应该说，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以后，各自各自有空间，然后怎样给你被安排什么款的生活。啊，然后有当下两个人斗阵，等下像讲你等于加拿大啊，跟囡仔跟太太斗阵。啊，然后一段时间佮陪等下台湾，跟咱所有爱听歌的朋友斗阵，跟妈妈斗阵。对。哎，嘛会当无同款的。算讲咱个人拢有个人的兴趣嘛，比如讲阿先生伊是做节目，啊，你爱唱歌，啊，互相拢袂相关。对啊，然后有时候久久没有见面吼，哎，好像小别胜新婚嘛是袂歹，较袂弯，较袂弯，到底酷袂弯吗？啊，你两个敢袂弯？好像比较少，因为我们难得啦，因为常常要分两地吼。对啊，尤其是看到囡仔时，那感觉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无时间同阿弯顶到有三只，哎呀，那不会三只了，肯定做袂。哎，这三只是电灯泡呢，做大粒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还小嘛，都是黏在一起的。不过，因为有三个小萝卜头的感觉，其实也蛮好的哈。不错，不错，也挺好，应该是夫妻之间的润滑剂啦。所以有担心阿波马西，哎，一个完整的家还是要有一个小朋友。对，一定要生三个哈，而且要多生几个。你刚刚几年了嘛？啊，跟你多生，你多生。我跟你讲了，现在不生哦，真的是。生哦，我真正生鬼啊，很幸福。继续过来唱歌。好，想你的时阵。哦，想我的时阵呐。对。我给你欣赏。